劫了呀这。啊，凡哥，帮兄弟一把。说说吧，欠多少钱？10万，也不能叫欠。打牌，他们做局把我做进去了。10天之后见不着钱，你也就见不着我了。我没求过你吧？就这一回。钱啊，我也没有。10万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不过，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，也得好好考虑考虑。要不是犯法的事儿，就是打点法律的小擦边球嘛。想清楚给我打电话吧。他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？要了你敢吃？干什么去啊？男朋友约我看电影。我可没说要去看电影啊。哪有你，头管管他。这把修车房改造动静挺大的，律师说了，明天去取钱去，取好了我给你送过去。谢叔，等会儿，楚浩说的头里啊，你小子再去赌钱，我饶不了你。姐，想跑啊？四个井，给我叫大。大什么大？王炸叫爹。对五，对六。不要，要不起。对 K， 报单。不要，等着。炸，再来一杯。什么意思？你抱着二放小牌啊，四儿。不要。二，炸了！剩下你垫上。有病啊！上去。
喂，你呗，那不正常吗？你啊，还是想想自己钱的事儿，咱们解决吧。你之前说那擦边球怎么打？服务员，哎，再来两瓶。其实特别简单，我那儿有来辆黑车，我找个买主，让他把车开走，你再把车开回来，重新刷遍漆，改发动机号，完事儿。然后你再卖出去。哎呀，这他妈是偷车！那是黑车，没人敢报警。我在车上装了 GPS， 手机直接定位，一辆车一万，你挣一万，十辆车就天了，关哥。嗯，东西带了吗？你这不能先跟我聊点感情啊？咱们还是先聊正事儿吧。行，正事儿，手艺全齐。警察找你，你就来找我，嗯。谢谢文哥。嗯。我一会儿出去就把钱转给你。嘿嘿嘿，哪儿去？今天新来了几个小妹妹，我让他们来陪你吧。你今天不方便啊？是，哥给你检查检查。啊？别别别！给你检，别这样。喂，王哥。神经病吧你？带这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另外找个姑娘给你，算我正常。你别找那带电的啊！
你他妈谁呀？我问你。你好，我是代驾。代驾有我车钥匙。我走错了。我操！我操！你他妈把车给我开哪儿去了啊？我这问你话呢，怎么给我撞成这样了？问你话呢！你把车卖谁了？什么卖谁了？卖一小姐。是两个男的，他们有枪。说什么？怎么跟警察解释？倒卖黑车三到七年。再说了，这他妈是绑架！就因为是绑架，才要报警。你能说得清楚啊？刘小军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摊上事儿了。这孩子怎么处理，我不管。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这怎么他妈跟你没关系？孩子呢？天一下雨，我这
腿就疼得不行。孩子呢？孩子在哪儿啊？我怎么问你孩子在哪儿？你说啊！小西，小西，去弄点吃的。去呀、啊。他是我亲弟弟，从小连爸妈都没见过，是我这当哥的把他拉扯大的。这腿为他折的，我就看不了他被别人欺负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我只想知道那个小女孩在哪儿。哼，那孩子在哪儿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你那车从哪儿弄的呀？朋友。朋友？是朋友吗？下面车站，那个车不修了，不修你一分钱都没有。我们刚扔个孩子，你跟我说这些？知道你爸电话吗？知道。给他打。关机了。你妈打。别跟我妈打，她不让我找我爸。哎，你给你妈打，我跟人说。喂，你是琪琪的妈妈吗？你女儿现在在我这儿。千万别伤害琪琪，200万赎金，再给我2天时间，我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到位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是不会报警的。你们说什么，我都会按照你们说的做。求求你们了，啊！喂，喂，刘小军。再给我2天时间。
先进你大姐别动，不好。来了。忙这么半天，睡觉。有人啊？没有。王叔，你怎么来啊？整个一猪窝，你自己住着不难受啊？居里不忙。王叔，我自己来吧。本来也是应该收一下，这不最近要维修也没顾上。给叔说说，店里添什么新设备了？要10万块钱。王叔，油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到啊！你看，李文，王队。根据现场的监控，案发时嫌疑人正在追一辆白色的北汽轿车，开了2枪。车牌号拍下来了吗？查过了，是辆套牌车。这是现场发现的子弹弹壳，还有逃逸车辆的残片。子弹弹壳跟3个月前江北枪击案的证物是一样的。下套下吸。应该是他们。过生日就6岁了，我爸爸可能是故意躲着我，不想陪我过生日。那你觉得你爸更喜欢你，还是你妈更喜欢你？都不喜欢。那你还找你爸？我觉得你妈更喜欢你。妈妈不让我见爸爸。我已经好久好久没见爸爸了。现在我带你去找爸爸。钱准备好了吗？明天之前我一定准备好。千万别报警。不会的。你知道后果。9点，国家所到南岸。别乱动别人东西。
来了。然后我有印他了，一年了，生意怎么样啊？托您的福，当然也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问你个事儿，顺发是你这儿吧？是。哪辆车的呀？这哪儿记得住啊？出来进去那么多车。这是套牌的，这些我熟啊。我以前熟，不就是因为熟他进去了，现在出来了，不干这个了，真不干了。我电话还有吗？13811383255。想起什么来，给我打电话。一定。得了。队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觉得这老万身上不太干净，排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。好。家里人还要准备200万，而且还有可能撕票。咱不仅可以替绑匪把钱拿了，还能把他安全的送回去。可他见过我们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你戴上面具，当着孩子的面把我打晕。附近的地点，我去拿钱，你再把人放了，我拿着钱和你汇合，路线和地点我都选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啊？明天晚上9点。分我多少？你们怎么过来了？警察都搅和进来了。这事就到这儿吧。你结账，我们哥俩走人。不行。你必须把孩子找回来。我们是来绑人的，不是来帮你找人的。我才给你加5万，
你帮我把孩子找回来。他说在家五万。这么着，咱俩赌一把。如果开单，这钱我们哥俩挣了；要是开双，这事儿还真就帮不了你。哥，你坏了规矩，规矩。咱爸咱妈守了一辈子规矩，让人欺负了一辈子，谁他妈跟咱守规矩？我算了一下，这次干完也差不多了。该换个伙伴，这个世界有钱才他妈是人。老万那儿，你还得盯紧点儿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再等一会儿。你先去自己玩会儿。去。到哪儿了？出事了！你该过来一趟，我在棋牌室等你，千万别带你孩子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一会儿见面再说。先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不是说好要带我去找我爸的吗？看见老妈了吗？哎，不，哎，你上学前怎么办？人呢？等会儿，我马上要到。你他妈到底在哪？老万经常来这玩牌，这应该能有些线索。现在孩子在我这儿，你来我这儿一趟吧。那钱，咱俩得重新谈一下。刘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个人。找人？找人？你跑什么呀？啊？我怕你误会我。王叔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起来。
给你拿钱不是让你来赌博的。我没赌。还没赌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如果不是看在你爸的份上，我他妈早收拾你。你看在我爸的份上就这么对我。让。出事那天是跟谁一起执行的任务？他那刀替谁挡的？送他去医院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执行任务。对，你在执行任务。我爸替你挡了一刀，你把他一个人放在那儿，然后你去执行任务。几分钟他都不能死，你呢？你得了二等功，你当了王队长，别跟我提我爸。钱我过几天还你。说出来了。
么孩子？哎，大哥，刘小军，刘小军，孩子刘小军哪儿？大哥，这些事跟我没关系，他刚才把孩子抢走了，真的。大哥，怎么找上这车的？这牌子，这是在你们车上装的，那手机另外桌上放着的。兄弟把我们放了吗？我可以带您去找他们。上哪儿找？过江索道南边有个江畔花园啊，对，江畔花园。这事跟我真的没关系，赎金都给你们，我一分都不要，200万都给你们。在这别动，我去叫你爸。叔叔，进车厢了吗？我在车厢里面了。琪琪呢？听我口令，把钱扔下来。见不到孩子，我是不会给钱的。我右边看，江畔家园。琪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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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，往上。扔！
凌晨几点到的现场？9点钟接到报案，9点05分到的现场。王队，这是刚发现的弹壳，跟上次公路枪击案留下的是一样的。去做痕检。嗯。小五，马上发协查通告。明白。孩子没有，钱也没有，这两样你总得给我一样。我生一骗你，孩子还回去，钱呢？钱我不拿着。他说钱没拿着。那个人是谁啊？和老万一伙的，抢车那个。那老万呢？死了。意外。这事儿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说不干就不干，钱呢？赎金到底多少？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200万对。那钱我是拿来救命的。救命的？你先救你自己的命。20-30万你别想那么大，想什么呢你？你哥有话跟你说。在哪儿？爸，我求你了，他在哪儿？你卖我房间了，我告诉你。滚！哎！Yeah.
你快说呀。孩子到底在哪儿？再不说真的来不及了。病危通知书，他爸现在就在医院里面，人已经快不行了。我知道你。要点啥？慢点，慢点，小心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钱呢？啊！赶快把钱追回来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我没事，别管我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，别管我，没事，没事。啊啊啊！爹。我死不了，把钱追回来。翻半天，到底翻出什么线索没有啊？半尾受害前，最后一个联系人是刘晓俊。怎么回来了？怎么找回来的？
知道你妈住哪儿吗？搞成这样，回家。你说我你惹爸爸的，我连你爸爸是谁都不知道。回家吧。你是个骗子，我以后再不相信你的话了。我们自己接着我爸爸的。
琪琪！到那边要没钱了，就跟我说。照片上的孩子名叫陈思琪，孩子的母亲在一天前报案说孩子被绑架。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，之前的枪击案、半尾遇害一案、修车房里面发生的持枪袭警一案，都与这起绑架案有关。犯罪嫌疑人现在基本锁定夏涛、夏曦，至于刘小俊在里边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不太清楚。另外，孩子母亲提供了一套线索，有一名女性嫌疑人名叫张倩，这个张倩一直和孩子的爸爸陈忠仁关系密切，所以这起绑架案很可能和他有关。陈忠仁现在在哪里？孟江医院。琪琪呢？肾衰竭晚期，他已经昏迷四天了。还有救吗？有钱就有救。什么意思？
肾源已经找到了，医生说交钱做手术，他还有机会的。所以你策划了绑架，跟琪琪妈妈要钱，就是为了做手术。我没有别的办法。可那两个是亡命徒，你怎么做他知道吗？你以为他会原谅你吗？那我能怎么办？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现在手术可能已经做了，孩子也送回去了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钱呢？孩子在不在你那儿？在不在？我不能让孩子看见他爸是这样的，更不可能把他给你。我会带他回去。爸爸，琪琪。你在干嘛？
走！赶紧去交费吧，我尽快安排病人手术。谢谢。张小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说对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五哥，巡查的同事在山上家找到刘晓俊了。先回去的。嗯。夏涛死了，腹部中弹，烧得差点就认不出来了。西西被夏西给带走了，目前夏西还不知道他俩已经落网。刚在医院的时候，还给张倩打过电话，说他现在除了刘小军，谁都不见。夏涛怎么死的？我问你话呢。看着我，你还有什么没跟我说？啊？我问你还有什么没跟我说的？哦，对，目前情况是，夏曦点名让刘小军过去。夏曦点名让他去，我就让他去吗？啊？他现在去不是送死吗？让我去吧。他的钱用得着你去要吗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是不想看着他死。我问的是，你和陈仲仁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报告，信号正常。报告，分离正常。
有三次追员跟着你，你和夏曦都纠缠，尽量推延时间。脑子机灵点，别逞能，明白吗？嗯。都准备好了，出发，全组出发。发现目标，在光明路向西行驶。到哪儿了？光明路。加速。跟上去。收到。你跟上目标。右上高架角落，他在兜圈子。查到了，王队，夏曦用的是嘉陵路上的公用电话。我到湘北隧道了。下个隧道，目标进入隧道，目标进入隧道 ，GPS 信号探出，无法定位。队长，后面没人了。前面就是电话亭。这条隧道一共四个出口。张鑫说，他们之前的计划是徐码头。到了，跳下去，我在滩头等你。夏曦把电话给挂了。对，一下水的话，设备都会失灵。小军，你这么难干就去送死，马上给我回来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
去帮我找。小姐，怎么样？干得成吗？死了。疼吗？不疼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